猜啦，他们可能不太有练习艾希的机会在最近的比赛，但如果考量到对手是 Nova， 就是是一个上路跟 AD 都会玩克里斯达的选手，所以其实可以特别去针对 Alpha 去针对 Nova 去做练习啊。但刚 Allen 的艾希表现确实是有点掉漆，就是了。画面带到的是这个 Kajang 看到他的一个表情好像有一点点变得严肃了一点。没有，就是他。下滑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开局。这里要一股怨气了，要一股找到你喽 ，Win 的一个 Nero 投掷，直接逼出了 Win 的闪现。这个都必须要建立在他们的前中期能够进行的够流畅。我对于三 D 打得非常凶，我再拉回来，有做成到一个晕眩，再一下普攻征服者又爬不起来了。这里连续两个掌握到，这边中路来进行一波换血 ，Assassin 再一下普攻一个 Q 技能，我旁边就有蜘蛛 Hollow 已经被看到了。奈啊奈，这个就是。这边的话先拿到了这个红 buff， 不过三 D 已经跟过来，这个闪现团团出去，不过被 Kajang 给闪现躲掉，而且三 D 也交出这些闪现 rap， 赶紧过来护驾，旁边给到是个逆流投掷，先缓输出了是 HK 的队员，应该不能再深追哦，再深追的话，这个 Olaf 其实他以他的血量其实可以慢慢的压起啊，蜘蛛的控制技能已经被交掉了，而且这边还要再走进来吗？那这样蜘蛛是有点危险的，虽然说绑住，不过他这个 Olaf 有机会可以来击杀吗？两边都有蜘蛛，重击回血之后，闪现 rap 跟过来一个蜘蛛上吊，拖了一点时间。接下来就被这个 Kajang 给拿到了 First Blood， 真的血量低，不要跟欧拉夫，而且旁边没闪又支援了过来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成功晕到。那这里 Rock 跟到的是一个 W 技能，再一下 Q， 现在旁边的话滑了上来之后，有机会可以来做击杀吗？但是这个盾怕不起来，这三 D 应该可以往后做撤退，不过没有办法，才刚讲完，还有一个 Q 技能的一个斩杀效果，是真的。欧拉夫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在职业赛场上在前面打得这么舒服。那这样子转角即将又要遇到了这个蜘蛛，重击拿下，不过盘山都是一绑一套秒掉。OK， 还没再见，还有挽回的空间。这样可能也意味出钩，从角落里面勾到了 CMM， 不过现在 Win 狙击重新撞盾，反正打出的是一个震荡冰封效果，再一个破甲剑，这个是没掉。中下的兵线的主动权都被 Alpha 给掌握。这里想要引诱他过来，然后才做蹲点。这边好久开启一个大绝，不过被盾给挡住。反正给到一个虚弱之后，现在纳迪姆在塔下被塔给打死了。接后方的夏廷跟 Holo 开始进行了一个单挑，装出闪现往后拉掉。虽然说身上是有一个点燃，不过还是成功杀掉了对方。那在这里哦，还有接一个大绝推到最后的法鲁斯，再一个 Q， 这 Assassin 想要一打三，我的天哪！后方好运杰过来就是一个让头。这边不需要那么的讲究，他可以有更多的直接带走其他的机会。就是上路在做一个积极的换血 ，Rock 被暴打了一顿之后，旁边 Kajang 就要过来，这里再演一下，再演一下，开启了大绝，受不了了。这边一上去之后，再给到一个晕眩，二段一过来被开了一个大绝，不后方直接被平。那这个鳄鱼他的对线劣势已经翻平，所以现在 Alpha 有了三线的优势，主动权。而且画面回来之后，这个阿奇尔已经遭到了是 Alpha 的，但是都可以吃到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那波中路吉米是怎么样被击杀的。一走过来，下路的推荐闪现一勾，强冲击，这个 CC 接着完美。这边就是 Alpha 下路线做到这件事。但是 Holo 是不太想让的，这里有一个球果想要来拼重击。赛特没有 TP， 鳄鱼有 TP， 一个破甲剑下来。哎呀！哇，虽然那来看一下刚刚那波的精彩回放，这里拉弓。哎呦！算得刚刚好啊！那这个一阵傻眼，不给对方 Holo 有任何的机会，这红 buff 也没了。哇，开启了大绝！哇，这个完全不给对面有任何反打的一个可能。这里出榜绑到了 Assassin， 但是也不敢上，开大抢六鸟。哇，真的是生气了！这个只能说人心不服，怎么他变得这么坏，超坏！而且旁边的话，MM 完蛋了，这里交出了一个治愈，反正给他一个大绝，破甲剑之后再一下普攻，逼出了 Assassin 的一个闪现。Assassin 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第一时间反身推大绝，
TP 过来撞死，过来的话三弟差一点把三弟给撞掉，不过被破将一点给击杀，一拉拉到对方两个人之后，这冷交出的进化在闪现往后拉，不过前面一个进场的 Rock 先击杀掉了对方进场的一个三弟之后，后续自己是弹在了前面，交出了闪现，里面震荡兵火将打出来之后 ，Kino 闪现一个勾，强冲击敲在了是三个人身上 ，AD 拿到 KDSP 之后继续往前打 ，Win 也没有办法存活，后面进化、这里我们。看听到消息，有了导播是在跟我们打小报告，对，奥拉夫出了 IE， 他出了 IE 啊！哇，我这个要准备要举手投降。我这里的话，我劈到了对方家里，他这边局面交出了闪现。然后他刚刚那个开大金鱼是跟对面打个照应，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出五进喽，看好喽，我出五进喽。”先下很精上哦。这里 Assassin 有点危险，没打到、啊！我的天哪，开启了大绝。不过后续要带一下普攻，把局面给带走。Holo 这里的话。完蛋了，把自己的队友给害死，好在而且没人赶过来把人头给收掉，这里出个勾到对方一个辅助，强力弹雨缓住了 Win 之后反身，反而是给到一个大绝，再一个破甲剑，反弹出是帮挡，哇，这里很有，那边是其实有机会被蹲到死，这里的话 MM 有点危险，想要往后绕，那在正面的话 Allen 交出了这闪现，走过的是反而是这个大绝，那 MM 交闪现往后拉下之后，三弟来到这边的一个战场，看到 Rock 开启大军天下，不过这里虚弱套装的是欧拉夫真开启一个大军的王冠，但是前面的话三弟已经没有办法被 Allen 一枪给射死 ，K 其实第一波他们的拉开我就已经。做到位了，但那来看一下刚刚那波的一个精彩回放，想要来绕，不过 MMM 不给机会，直接反打逼出 Adlan 的闪现之后，自己也交闪。对，这一波其实他前面第一时间看到对面之后，选择直接往上打，然后把航运的闪现逼出来，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对的操作。可是你看到三弟是头也不回的直接往前进，但他的两个后排其实已经退到了最后面，输出的好很多了，因为对方其实在出装选择上面并没有给那么多尊重。现在看他这里要走进去，先有辅助来探，但是这里的话闪现一个大绝，我天，找到了是用 MMM， 不过一瞬间的套到融化，他笑了。他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我看到他笑了。对啊，拍他在后，但是旁边的话看到是 Rock 这里被震荡屏幕效果给阻挡下来，这连续的水饺 Alpha HK 太多的尊重，他们出装基本上都是往全攻击走，所以全攻击哎，来看三弟这边蹲到了吗？拉到了对方的一个 Kino， 但反正给他强冲击敲在三弟身上，后续的话这里出够赶紧的往后做撤退，但是 HK 掌握到了一个时机点 ，HK 唯一要中奥的人就是基亚娜，不要让他开到好的大绝。对，这里抓到了对方三弟，来看一下巴洛奇掉的非常快速。这里的话 ，SH 毛出够够到对方法洛斯，不过这里一个重新装备挡到是来自桃姐的一个大绝，这旁边进场的 SH 遭到秒杀，那这一波水饺完蛋，虽然说换掉对方一个辅助波空杀防壁，推到对方两人拿到了一个 shutdown。三弟被忽悠了一下之后，选择直接跟队友汇合。哎，这里找到三弟了没有？走到一半遭到拦截，这个盾的一个量还蛮大的，而且开启了一个大招把 Rock 给摔了回去。啊，爆给自己的队友之后一阵暴打 ，Dominating Rock 没了。刚刚要讲就是只要抓得到基亚娜大概的位置，这里小龙又回血了旁边，而在顶被对方给蹲到这里没推到，没有推到，而且重击还是由 HK 稳稳拿到。旁边三弟拉到是对方的一个辅助交闪线往后拉，局面被打了一下之后非常痛，好险扫出了一个大绝，逼出是 Holo 的一个怀表，站在旁边局面这里一推一推二，而且后续闪现的一个大绝，三弟来到后排旁边，在斩掉了中命之后，在这边的战场还没有死，但是 MM 倒，哎 MM 把对方的 Adler 给射倒了。但是这边一个战场的话，还有欧拉夫劈了一个复活甲之后，面对对方两人的一个输出，还是没有任何办法。这边能抓耳塞线的位置吗？能抓到，断 recall 就够了，要先去推中路了吧？又开启了一个鬼刀，这里找到了对方的一个 AD， 哎呦，还在隐形效果，换掉了，这个要被导播，赶紧撤退。不过 Holo 的一个速度非常快，而这个绑到了，这里又被拉回来，给那个前方冲击，把 AD 给 pop 起来之后，还有一个蜘蛛上吊。那在一个蜘蛛毒药继续往前，还有一个兽魂冲击，不过这个人都是落在 Holo 身上。但是小龙应该是要让掉了，这里直播有要打吗 ？Kino 的位置比较危险，被白千羽给弄到了之后，强冲击敲在对方宝路身上，看一下好人血的一个大绝扫下来。那这边一战场的话，天拉一推 ，Wings 已经被 Kajun 给击杀，后面的话蜘蛛上吊被套上了一个虚弱，这是吉米恩，但是在前面被卖掉的是三 D 啊，一个鳄鱼一转，搭配上的是 Allen 的伤害，成功拿到人头出钩，可惜了。下个兵线 Alpha 是选择要来接这一波，在旁边的是 Wings， 这里要选择来开打这个。好，你直接扫出了一个大绝，三 D 来到了对方的后排，不过这边一个战场，拉夫开启一个出生黄昏，这个石像鬼盘和帮助三 D 存活了非常久的时间，不过巴洛已经被 HK 给拿下。这里一推，吉亚娜交出了惊人的是 Holo， 去提个重击装备，这旁边还有个吉米恩，
哇，推到的是对方的一个 Rock， 不过在前面进场的自己阿奇尔已经倒下，凯兰朱是绑到了对方一个辅助之后，顶中冲击逼出了对方 Adlan 的一个进化，不过这里一拉拉到两个人之后，跟上是 M2 开始扫射，哇，这一个法罗斯把对方 Adlan 给击杀 ，K 的招闪现往下去撤退，而且在旁边的一个蜘蛛成功换掉了一个人之后自己倒下，不过 HK 成功的赢下这一波的团战胜利，但这一波有办法直接结束吗？感觉是要拼直接结束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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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敢拼，兵线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要走吗？要拼吧，要拼吧，因为对面的 carry 其实都还有四十秒，那 MMM 是满状态的，甚至还有复活甲。这里尤拉夫趁着一个时间点把这个龙魂给拿到，而且他 TP 去下路要换家、欸，这里还换不赢呢、欸，速度应该是没有办法，而且这里 HK 其实是有八龙在手的，我换不赢呢、欸。对，那这里比赛应该是要结束了，那我们即将攻击是 HK 成功的是一个。绝地大反攻啊！我恭喜 HK， 这场比赛结束的方式反而让人有一点点